单前踩，铁人消灾，成功命中。请多多关照。是送你的礼物。按照合同处理完毕，等你的月度奖励了。我是普利多温机关的机关长伊丽莎白·潘德拉贡，您就是这个公司的代表人吧？多谢款待，但是我们都比较忙，下午茶就先免了吧。我叫刘真，还有我要说什么来着？反战车步兵前来报道，铁罐子就交给我们吧。无论是棘手的战车还是凡人的装甲车，统统帮您消灭。老板，您是不是喜欢我呀？要是我能将对您的喜欢再表达得更明白一点就好了。我是小林，一旦情况不妙，我会头也不回地撤退。就算世界末日也不会关门的便利店，欢迎来到末日便利店。
干嘛？看我是新人，瞧不起我？我们会好好守护你的。